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那你就多吃点啊。嗯。我下地干活去了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嗯呐，完你在家等我啊。嗯。啊。大门锁上啊。哎。哎，老妹儿，走啊，割蛋溜溜去。走啊，走啊，哎。呀，这个老嘎子吗？不是，你干啥呀？呀，平时都懒特的，现在还干活来了。你说那个，我不结婚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听不听？啥事儿啊？就刚才我从你家路过的时候，你猜我看着谁了？看着李老八，就给那块儿。来来来，老妹儿，哥带你出去溜溜去，这么的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走啊！哎，李老八，哎、你这姿势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，哎呦我的妈，媳妇儿啊！老公啊，你以后就这么背我干活了啊？咱不在家待着了，我走哪儿你就跟哪儿。那你累不累？啊，不累。老公真好。哎。